看看他有几房。来，现在开出了两房，两房，第六房了。看到无？六人住一本，这样的。哇！来上糯米哦。这是什么？大家应该知道吧？芒果，对不对？你们家芒果长刺儿了，新品种，芒果精啊！哎，对对，最近老看人家吃榴莲糯米饭。今天呢，我们就要用这个榴莲糯米，还有椰奶，给妮娜做一道萨瓦迪卡榴莲糯米饭。不知道到底做出来是什么样啊？有一种黑暗料理系列重启的感觉，是不是？那第一步是要干啥呢？开榴莲给大家看啊，榴莲秀啊，这是最重要的。来哈，这很熟了吧？应该已经。哇，来看，连刀可能都不用了。我们来看看它有几房。来，现在开出了两房，两房。看它这饱满的样子。喜欢吃榴莲的各位，看。啊，放过去，放过去。哇！哎呀！来了，哎。嗯，这个有点小，这一房。好吃啊，都甜的，还是不要做了，直接吃吧。对哈、啊，灰，这颜色好漂亮啊！这个已经奶黄奶黄的，啤酒坐在我这儿等着呢。最后一方，第六方了，看到不？六人做米饭，他嫁鬼吗？他忙吧。然后接下来，接下来就是弄米去了，这就端走了。对啊，因为如果你现在先吃，怕等一下。糯米已经先泡了五个小时，先把这个水滤掉，然后现在我们要下椰奶，他说要那个全脂的，哇，这个好浓，你看，哟，怎么个酸奶似的，看着，是不是得把它摇匀？对，我也觉得，这个我最会了，把它摇均匀，摇个奶而已，还这么多细，哇，哇哦，哇，这感觉就会很香甜可口的感觉，然后我们加点糖，这样应该够多，够，这绝对够了，我们再来一，再来一点哦。完全随心所欲呀、啊！两勺糖，好，然后再加一点盐，还要加钾呢。对，就是让它有一点咸甜咸甜的感觉。一勺盐就好了，这是盐。哦，你怎么知道它是盐呢？因为这是咱家的盐，盐和搅拌均匀。一样是用我们30年的大铜电锅，盖盖儿。要煮多长时间呀、啊？30-40分钟吧。那我们30-40分钟之后见哦，拜拜。感觉好像是被椰奶炸过了，它是结块了，它是表面上那一层，对，所以拿个手把它拌一拌，应该也可以，也可以了啦。对，好了，糯米饭这个好了，刚出锅啊，还有点蒸汽，热热的。我们要展示两种吃法，第一种呢就是榴莲呢像那个大亨堡那样，那个面包有没有中间切开，把这个糯米饭包进去，像吃热狗那样，哎，对，拿着吃的。榴莲得温柔的对待啊，像对待老婆一样。中间切开了，然后滑雪，感觉这榴莲特别软密密的。它从中间断开了，刚好，那我们俩一人一个吧。这样的，哇，来上糯米哦，再来一勺，这样是不是就可以了？应该是吧，这样可以了吧？我现在整个手都是，我先把这掉了的榴莲炸炸吃吃啊。这吃法还真的是没见过啊！这种糯米也没吃过啊？是吗？在台湾也没有这种糯米，应该没有吃过什么加椰浆的，我也没吃过。多玛是假巴掌，对不对？吃肉粽才会吃到糯米啊！地狱美食也不到地狱啊，这是人家道地的泰国小吃呢。对对对，只不过说我们还原的不知道有没有那么地道，是吧？反正意思是到了，糯米的做法我们也按照人家的步骤做了。榴莲是泰国的榴莲，哎，对，先闻一下这个。哦，米香味，米有那个椰香味，超香的。哇，现在是3种味道的混合，榴莲味、椰浆味，还有这个糯米味。糯米的香味，干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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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吃了，吃了，吃。好吃！哇塞，难怪它是人家的美食啊。它还有一个咸香的感觉，对，多了一个层次的口感，因为榴莲本身比较入口即化，然后糯米呢可以缓和那个特别细腻的那种黏腻，对对，但是糯米又刚好 Q Q 弹弹的，对对，一个粒儿一粒儿在中间，就算是意外的成功，意外的成功，来继续，很扎，好大，你就吃的满嘴都是。这糯米饭的做法很简单，虽然我们刚刚那个锅打开看起来像失败，但其实没有，它下面的糯米都刚好熟了，它就是上面椰浆的水分多了一点点而已。好吃，
又开发了一道新料理，直接在家就可以完成了。我觉得糯米饭刚好还有一点余温的时候吃超好吃。来，我们接下来进行第二种吃法啊，蒸好的糯米饭。糯米饭，哎，对，这可能扣不下来，你要这样大小下不来，拿刀崴一崴。哇！我们接下来要把这个榴莲肉全部都给它铺上去，虽然我们的饭看起来有点小碗，就是把它摆上去压一压。我看人家是那样的，太好玩了。往这边，是对吧？嗯，牛。咪咪想吃了。咪咪在抗议了。不是要狗。这一块我估计得冰起来，先这样吧，不要太浪费，太奢侈了。太奢侈了。要讲究一个配比，讲究一个平衡，对，拿也先洗手了，感觉要这是榴莲自由的一天呢、啊。哇塞，看见吧，榴莲盖饭，还要再加一个椰浆。哇，哎，这个什么样的吃法？哎，我突然想到，上面如果要放点西米露，应该也很好啊。对吧？我们没有，我们没有。如果你们有的，可以再撒西米露。就是这样的一碗。快点吧，它其实有点像点心还是甜点类的，因为它就是水果之王。我现在已经听不到你的声音了，我只想插它，只想挖它。好椰浆，好榴莲，好糯米。我们来一口榴莲肉，再加上这个椰浆，非常的香。因为榴莲现在刚好是产季，正好吃。但是我吃不了了，吃多会腻了。它是真的好吃，但是吃太多是真的会腻。我现在又有点想要吐的感觉。不是，我等一下吃，但是我们要再先展示一道。还要展示啊，小伙伴们，这是我们台湾当季的爱文芒果啊，搭配最后剩下的一碗糯米饭。对，我们来上来上啊，一小坨可以了，感觉吃完应该会吐哦。那一看着就不想吃。大家看着有点恶心。来制作芒果糯米饭的啊，对，就行不行啊？要不然你先跟大家讲话，让我来吧，这么精细的活儿。我不想吃糯米饭。就是过犹不及，你知道吗？吃几口好吃，吃太多就不行了。我是为了想要实验的精神，想要尝到泰国美食。糯米饭既然都做了，两种口味都要吃上，对不对？对，就是榴莲跟芒果嘛，就是芒果握寿司是这样的。有点想吐了。椰浆糯米饭，我不想听到这个。多了一点点，好吃了。我再也不想吃椰浆糯米饭了，一下吃太多了，好想吐啊！不去泰国了。那你给这道菜打几分呢？这个体验我给4.8分吧。4.8分，我觉得还不错。是，可能隔半年或一年的，想再尝试一次吧。是，就是说有朋友没吃过的，我们可能可以制作一下。啊，对，大家一起分享，大家一起吃，就适量就好，一人一小块儿，其实就可以了。没办法，真的没办法吃太多，点到为止。哎，就觉得挺好吃的。对，你会对它有一个100分的印象。对，没错。对，但是吃越多，你的分数会越往下。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自己做做看。